都爱吃冰呗。有一天，天空巨响，降落一只青蛙，从此建立了王国。于是，你不小心闯入了青蛙王国，四处面临危险，你要尽快离开。
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，既然我们这么有缘分，我将我的内力全部传授给你。成为新的国王，希望你以后能好好治理青蛙王国。